1999年，一首《窗外》红遍大江南北。这首歌描述了一段质朴纯真的爱情，让听者回味无穷。随着这首歌的深入人心，人们对他的演唱者李琛也充满了好奇，这个拄着双拐的歌手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其实在成为歌手之前，李琛曾经是西安中国画院的一名画师，每天画画，生活安逸。在外人看来，李琛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，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简直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是李琛可不着，